两卡怎么样？两卡怎么样？两卡怎么样？要看两卡，请按一。两卡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听清楚，稳稳的，看到没？两卡，样机会好小哎，稳稳两卡还贵，因为最难过应该是三成元的，我是这样看，看到吗？大家都行，两卡。好像是 Dark D A R K， 应该是你的 Dark 0914，看到没有？两卡呢？要抽屁之前一定要也要稳定哦。超兽魔神合体，六神合体，雷霆王，要帮他打广告，你看多好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因为这次其实不太熟了，我们两卡来五回合，好像不要太急，我觉得先急一下融合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这次不熟了，所以先对吧？啊、哦，真的不熟哎、欸！啊，看我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玩一些棋，好像可以、欸。我先把那个弄起来了，因为我这次不熟了。所以我稳一点比较好，好难得看到机械兽，雷霆王没看过啊，应该是有啦，刚才是难怪有怕在翕的看，难怪拍谁啊，因为怕我要用两卡，所以就要用这堆啊，拍谁。安尼有没有稳？安尼有没有稳？有没有稳？真靠北，CD 很长啊！干十回合真的很长哎、欸，完全发现十回合是非常漫长的一条路。嗯，南瓜哪首队伍对啊？南瓜长王这一队啊，结果中国大尾。我都没有开超兽魔，人家一直打过去，会不会很夸张？魔魂附体，附，哎、欸，哦，他只有救就没了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技能有没有开哈？3.5倍，看起来蛮厉害，可他才50万呢、欸。这样开这招会不会太啊高估他了？应该是不会啦，开一开比较保险。嘿，又加一个斜转，看到没有？手转七康波，跟你讲哦。小巴掌，小巴掌，好吃的小巴掌。哎、欸，被锁技，我好怕锁技。好、哦、这不论怎么玩，但是全体攻击，所以没什么差。尾两卡，哎、欸，不是两卡，我靠！干不绝这么细啊你！一康，对吧？稳的、哦，哎、欸，你不要跟我讲说八卡有比我这队更稳的，应该也是有啦，应该是有啦。看到那个攻击力没有？啊，简直是挠痒痒啊！看到没有？对吧、啊？这一队我跟你讲，我进场前我连看都没有看，我就想到了。对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我是很少这个啊，就是地狱实况之前的时候会先去弄队伍的。哦，差一点四康宝。好，但不知道除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？应该是有意义吧。应该是有啦，因为我不晓得200多万爆不爆，应该是爆得过去啊。
可是对，因为明天有点事，所以我想稳一点应该比较好。对，不然第七大死因这种关卡再减有点累，有没有？啊！哦，好，现在技能已经跳了，第一根本不用看，那就是稳哦。嗯，对嘛，刚刚人家说稳有两种嘛，稳过稳死嘛，我在五次哦，我给你五次，一次两次，哎，好鸟啊！这什么鬼动画？看到？为什么要绿柱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说多点火应该会比较痛。稳定打码不会啦。嗯，这么好的事哦，那就给他舒服。我告诉你，这时候关键来咯，关键是什么？做五连珠啊，哦，温珠啊。我怎么看到我的强化珠好像不见了？哈，这真笑哎，来。嗯，两颗火珠。哎，我如果实在玩光的话，不要太意外哦。我平民百姓哦。嗯，看，龙科脉动，啊，你有没有稳？啊，你有没有稳？九 combo， 哦，善用手中卡牌发挥最大效益，请记得我常说的这句话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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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啊你有没有稳？有没有稳？稳的呀！我跟你讲，分开两次打，千万不要啊！一次三成就了，浪费你的石头，这一看就知道了。你那个四钢波盾，他妈的，干嘛？对不对？还是你想用奥丁章一直磨过去？我不要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好吧 ？OK 吧 ？Overwatch， 对，可能没时间，三个一下成年，两卡呢？两卡，把你搞。